小月安安，黄丽安安，星辰安安 ，SUTANG 安安，贝蒂安安。等一下，我忘记你名字了。等一下，糟了，我忘记你名字了。谢意同恩恩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每次明明记得是魔兽世界，啊，结果名字都忘记了？啊 ，Google 看看。对啊，你是史蒂芬吧？好像是另外一个名字吧？安安哦。现在没队友。虽然会卡、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说我没关吗？这个能关的关一关好了，没有东西能关啦。你看一卡，这个画面整个套超失真。怎么有金狮子啊？每次都被金狮子拍死回来的。风玄安安，念王世杰吗？安安，乔子安安，你要在那，我就真的发现要在那个。日出或是日落的那时候，毛吉都会出现。像我现在快日落了，来看一下毛吉哦。往回，你看，哎，出了，抓！看，这不就出了？打起来！没有。然后我换。而且龙岩毛吉是我第一次找就找到的、欸，只刷一次就遇到了，整个吓死我了，吓傻我了。哎、欸，不对、欸，现在是刚好日出，我现在不想理那只猴子，每次在找毛吉，就突然变成金狮子状态。全怒状态跑过来扒我一拳，我很不爽。然后又有说什么？抓过一次之后，他们会跑到另外一区。就是比如说，你刚刚龙岩地带抓过一次，
它可能会跑到鹿珊瑚啊，其他毛鸡啊会跑到鹿珊瑚啊，还是哪里的？我的平时狩猎队友要再晚一点点才出现。好，这里没有啊，捡竹鸡啦，等下来打金狮子。哦，今天活动任务还算简单哎，只要打四套龙就好了。脱掉。所以那天跟 HTT 在打，打到一半，怎么发现说，他说他有看到毛鸡，我说没有啊，我都找过了啊。哎、欸，金狮子好像跑了、欸，主机不见了。哦，你最好是给我跑，拜托，不想看到你。怎么还在？等一下、喔，我们还有荒地，荒地可以看。悠悠，等下出去撞到金狮子就被拍死。又哪里生气？我雷狼龙哦，不要啊！你看这边就有，我去看对面。现在是快黄昏，也是普通的。现在黄昏就一大堆会生出来，哎，金狮子要来了。金安安，那这边没有稀有的，我们就去看珊瑚的吧。刚刚珊瑚我们看过没有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看有没有出。Go go go！ 此刻一撞，跑起来！看出了，可是没有牙种。
神医庄多久啊？太阳快下山了，隐身衣装，隐身衣装。洗地好久哦，好了。小雨辰，跑起来！总之就是，我以后来巨魔之地，看到那个太阳要下山或是月亮 要日出的时候，我就冲过来抓毛吉，这样子。你看出了，然后去抓熔岩地带的毛吉，就这样子啊。其实突然觉得抓毛吉好简单啊，喂，啊又有了，又有牙种了，可以啊，你看。龙岩毛吉又出来了，哎，快出来啊！你看，这是我第三只了，哎，大啊，晚上了，现在就是过了毛鸡出，哎呦呦呦呦，这边有星星。啊，你什么时候上线？靠腰，怎样？小地图那只猴子。等他过吧。M A H I R O， 哎，你怎么称呼？不然每次这样念英文也怪怪的。这个是固定的啦，啊，这个就，应该说，毛吉会好像会在清晨黄昏的时候出来透透气，啊，然后像刚刚那个山丘上的那个毛吉是，就是定点在那边透气的，这一群，然后去看看其他群。不是，不要敲，不要敲！我按错了。干，你十点才要上哦，那我自己要先打任务了你。
不然就是我把我的这边全部都改成5啊。我让我这边的5555，可能是我的瘴气吧，其他都5。刺客衣装，去打，你可以用现在装备去打，很多活很多任务都可以用现在装备去碾过哎。叫不要叫，没有。然后我这个趴进去前，我都会看一下。好像这样就没有，没有就不进去了。血量莫德不能用，什么又不能用，还不能用啊！啊，就有更新哦，没办法、啊，除非你不想更新啊。不过血量莫德还好啦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骷髅头啦。哎、欸，是不见了，还在。好啦，装这个、欸，其实也不用啊，我们就在这边等，等下一个天亮。那昨天就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我遇到毛吉瞬间全部跑光光，然后跑完之后就是变成晚上或变成天亮，就在猜。将军晚安。有没有小动物也很方便吗？可是还好哎、欸，我都是贴很近很近去看有没有哎、欸，所以我觉得啦，对我还好啊。这里有吗？这里没有。这里有吗？我真的从来没有在这边遇过毛吉耶。我知道你有啊，你有讲啊，啊，我说我没有遇过啊。没了，好了，脱掉外套，不外套，脱掉，然后回营地，继续等，等天亮。哇！
我去尿尿。哎咻！突然开始在很离开地球表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呼呼呼呼呼呼呼！就等吧，等等天亮，然后看这个位置，就看到猫鸡蹦出来了。啊！就 HTT 的晚点出现是10点后哦。我想说7点半还是7点左右。啊，看一下今天的任务好了。确认资源管理所，确认奖金，重要委托，狩猎飞龙种，狩猎五脏十套一头，古龙种两头。当机之鼓两个，活动任务两个，就是狩猎两个那个啊，那个活动十套啊，再随便打两只飞龙种。嗯，飞龙种，猎人笔记，打这个就好啦。来顺便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大小金哈。好，冰鱼龙开始。冰鱼龙没有大小金，蒙牛龙没有大小金，没有大小金，没有大小金，大小金，没有大小金，没有大小金，大小金。欸，感觉有大小金就是有大小有金的，就是大小金都有，欸，没有的是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主要是我们 这几头都比较少猎啊。嗯，碎龙其实我也很少打，油斩也很少打，这个蛮常打的。主要都是缺大金欸。黑狼很少打，藏痕黑狼，藏痕黑狼反而大小都有，那黑狼却什么都没有。黑红金，这个本来上次有个大金的就被吃掉，哭死。好，没了。
没有，我实验看看呢、啊。因为刚刚其实我来这张地图的时候是快黄昏，所以那时候蹦出一大堆毛吉啊。啊，我现在看看说进来之后，如果以后这样子啦，我们就是狩猎狩到一半，就是哎、欸、黄昏了黄昏了，然后大家冲去抓毛吉这样子，然后指甲断掉了。啊！我指甲断了，好惨哦、喔，好惨哦、喔！我只用剥的啊，我的指甲剪啊！天啊！然后最近就是常常魔物猎人玩到一半，会突然死档。然后就又连回来，然后我的 OBS 就坏掉了，所以开到那种这种问题，我真的就只能就关台了，除非就是可能开个半小时那种，如果已经开了四五个小时那种就直接关台休息了，想说都开个整数啊什么的，懂吗？好，我相信你们懂。我们来玩这个，设定姿势。哦，我有了，妈不被吃哦，看错姿势了，动作。哎，我有买那个动作，怎么没有？大斧挥手，不是这个。奇怪，我有买那个啊，设定姿势。瑞，啊嘛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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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还是这个啊。不是啊。欸？我买那个啊，学猫的那个姿势怎么没有？晚点问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我买了猫的那个动作怎么没有出现？有啊，我找管家领啊，啊不然我怎么会有啊不然我怎么会有那个？哦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出去试，快白天了。喂，白痴哦！来，我们来跳舞。你干嘛？跟你讲，要不是 HTP 不在，你早就死了。哎、欸，看好，看好哦，没有出现，傻眼，所以不行这样子是不是？还是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？来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白天了，白天了，白天了，白天了。你看，出了粉红毛吉，耶、yeah ！然后
是有毛脊啦，可是没有牙种啊。然后我的望远镜怎么在这么后面啊？啊，青菜的啦。哦，随便抓就大金。你就真的是挑那个啊，你吃的猫的那个生物博士，在挑清晨黄昏的时候来抓。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毛脊会出的点。好，我们去荒地。哎，所以可以真的打魔物打到一半跑去抓毛脊耶，真棒，真是棒。牙种要七等，不用五等就可以了。是五等哦，不是七等哦，五等就可以了哦。你看哦，我荒地有牙种嘛，然后，你看牙种，这只是牙种。绝土毛脊，哎呀，太阳出来了，完了，你的隐身衣装没了。这要怎么抓嘞？这要怎么抓嘞？跑掉了，来不及了，算了。因为你看哦，我的荒地五等，然后我的龙岩地带五等，非洲人协同在干坏事，谁啊？好，我们去领领看吧。嗯，中央。报价斯纳单图工商和连接，哎、欸，还蛮好赚的、欸。哇，你看，只抓毛脊就抓到了7000多，只抓毛脊哦。这是捡足迹的，然后这是抓毛脊的。你生物博士一直吃不到。为什么？你有去解那个吗？你七等才抓齐，你也太衰了吧！我原本也以为是七等啊，所以我就是入珊瑚先冲到七，才发现说五等就有了。打啦，这些。找管家哦，没有啊，追加那没有啊。哦，公开小屋无法使用哦，看一下哦，不公开是追加内容。过去系列动作。猎人造型没有啊，我昨天也是3-10啊。动作，对啊，这边是最后了嘛？购买 Ice Bone 之后，那这些都是 Ice Bone 之后的啊。这都家具啊，T
贴图动作不甘心草裙舞一等的啊，没有啊。没有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购买失败？有扣钱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有的话应该会出现在家具这里啊，因为我是同时买的啊，不要再买一次吧。有啊，这个我已经购买的啊，已在收藏库内啊，啊哪会无？问号？问号？算了。